好，下一个题目是 SDD 要锁路由器是什么东西？是到底什么事情？请问要来给大家介绍。好吧，用了一个，我用了一个非常的。好吧，我用了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道具。总之，想要吸引大家关注这件事情，就是说 FCC 美国的 FCC 就打算要求所有路由、所有经过 FCC 审核的路由器都必须要锁，要求是任你们的去，就是要求任要求要锁，就是让任任你们使用的自己去更新，自己去修改，然后说要求使用者。好，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愤青的干他们事还有人争执？你叫什么？好 ，FCC 他的问题在是，他们发现使用者自己刷的里程会影响微信公司，例如像是他们外用的不少，然后就在外用的频道，就他们盖用出去协定，然后去盖别人的频道这些事情。他们然后呢，他们跟他们的朋友，他们说，他们希望要包含无线设备，包括自己的运算装置，包含 router、PC、手机等等这些东西的认证，都不能让使用者自己去烧。或者然后那些愤青们就会认为说，你电脑装 OS 可能都不能替换 OS， 或者是你想要刷手机都不能刷，这些问题。然后或者是我家 router 跟 Linux 系统被锁死，然后偏偏最近 router 又爆了一些很奇怪的洞，例如像说 router 背后，例如像有些 router 好像背后有一个，就是可以让其他。最近好像出现一个可以让其他对外 access 到你的硬件之类的动这些东西，然后 router 有洞我补不起来，我被他漏了应该怎么办？然后还有一些我想要做一些限定相关的研究都会被不受限制，这些事情对一些愤青而言非常的不爽。包含 Internet 创始者两位之一也非常不爽这件事情，然后还有一个无线网络研究者也非常不爽。好，然后他们跟 IETF 还有 FNS 的人，然后发了一个请愿书。这个请愿书可不只是反对这个提议，他做了什么事？好，要求所有 FCC 认证的产品都要附有什么？包含你 firmware 元素，包含你模件跟 OS 元素都要附上去。然后要求 FCC 认证的厂商都有微软权限，然后并且将他要更新的权利交给使用者，然后以上两条不做就不给认证。然后还有他们企业书里面有提到说不希望 FCC 限制第三方的应用，然后为什么？就一句 open source 界很知名的话而已，就是提众人之眼臭虫救无主这种情况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法律允许的限制下重新的应用，然后还有遵循 GPL 之类的开放源码的授权。然后其实老实说，我这个 talk 蛮短，就是希望说我把那个请愿书最后一段给大家讲，就是说他们好，就是如果 FCC 允许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呢，我们希望让 WiFi 以及让整个 Internet 的是这样吗？我也知道，超短。